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，能不能再听一听，听你的声音？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，能不能再听一听，听你的声音？水饺你们喜欢煎着吃还是煮着吃呀？我觉得实在太老套，今天就用饺子界的 C 位选手给你们做一个新吃法。鸡蛋洋葱蛋黄酱先和匀准备，当当有请我们的 C 位选手，搭配些红花跟绿叶给 C 位做陪衬，倒上调好的蛋液，送入烤箱200度先烤5分钟，然后再铺上芝士和培根，早餐就是需要满满的能量嘛，然后再烘烤10分钟，美味就完成啦。这种饺子的新吃法是不是特别简单，一学就会啊？赶快来一起试试吧，真的超美味哦。逛逛圣马可广场，凡尔赛回廊，有一个男生出现在身旁，他心地善良，他性格开朗。第二个愿望，外太空翱翔，有他不慌张，宇宙间徜徉。第三个愿望，牵手在教堂，他是新郎，我是他的新